矫正惊魂二代 ，New Game。这游戏一上市，负评灌一大堆耶，为什么啊？我没有去看原因哎。但是现在好像也好一点了，对不对？变大多好评了，为何？啊，一代故事你们还记不记得？好像是有什么邪神解开封印冲出来了，有一些老的邪教相信照片可以偷人的灵魂，而且能够污染世界。啊，讲什么？对啊，就琳达啊，我还记得他们第一次搭车到那个户外教学的地方。有动画，赞哦！琳达，琳达一代最后到底是什么结局？忘记了，因为他后面又出了一个八王关卡，你们知道吗？琳达，那这个模组怎么这么像？哎、欸，那这个模组怎么那么像国外的那种 H Gen 的人物啊？那街头霸王是不是？怎么每个人的头都这样接上去的？开始玩了。啊，怎么衣服都没穿好啊？搞什么？这怎么能蹲啊？序章。那、啊、这游戏在玩，我一样就是分段，然后就大概就一段的、啊，可能三四十分钟一段之类的。琳达必须死，带。哎、欸，老师还有其他都是他同学嘛？我知道我必须找到答案，这一切的答案，但是我什么？这是哪里啊？这琳达为什么穿得这么骚啊？什么手电筒啊？然后这次进行游戏方式是什么啊？欸、可以推门的、欸。有没有特殊键啊？金光榴莲斩。是什么？控油。我手上会亮起来了。书包。嗯？我的包怎么会到这边？好差小，琳达里面模组完全没有做出来，全黑的，你没有看到吗？我的电话，哦，声音啊。欸、怎么突然蹦出一只狗还猫 ？AKS 是光？欸、不对、啊，我按的怎么没反应啊？哦 ，F 啊，什么 AKS 啊？哎、欸，你怎么用手把的方式在跟我们讲啊？要拿脚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他在进入手机画面的时候，画面怎么那么帧数这么低啊？有个人在那边，往上小，我怎么蹲？不能蹲。哎、欸，琳达，无敌，我很抱歉，琳达。Sorry， 我们试着给你一个理由，解释伊拉身上发生了什么事。但是有些坏事发生了，艾拉还是伊拉是谁啊？想不起来了，他发疯了，所以我必须把他锁起来，关起来。刚刚那个房子里面的关的那个了。如果你想要出去，安德鲁有钥匙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在哪里。妈咪救命！我要回家。这猫咪眼睛好亮哦！吓死！
猫咪怎么可以穿？我可以闻他的猫吗？哎，好烦哦，这样子，这样是不是有点算是漫无目的啊？哎呀，哎，这个模组是不是之前玩的那个印尼更的一个什么吊死的死尸啊？掘墓人，你们记不记得？是安德鲁，是阿贝呀，是阿贝呀，你是谁？巴基，滚啊，巴基！啊，林德，林德，东西在外面看着我。感谢老天，你没事。你有 key 吗？你疯了吗？他变成疯子了。嗯，听着，我想要拿给你，但是。白色的影子一直在追着我，我太害怕了，不敢打开这个柜子。I am sorry, Linda。天哪，那我是要去除那个东西吗？我要做的事情是要直接看包啊，这可以拍吗？但是在拍的时候不能跑啊。欸，但是走了还是死了，还是要从我脚上钻出来了。他不是已经走了？这个不算了，我是要直接对着脸拍啊！前面开了，毛毛的，冲啊！这样看吗？这个猫咪是不会走啊。这模组是不是裂开了一下？我发觉琳达是可以跑，但是我 Shift 的按下去之后，它大概只能跑 0.5 秒。这个不算跑，这个就稍微的加速一下而已。这不是来过了吗？哦，哦，不能连拍啊！等等哦，会有第二次。哇，他已经带了，怎么办？给他看一下胯下，让他死的能够瞑目一点。他一瞬间就死了，他是已经被鬼给弄死了。我刚才如果直接靠近他，是不是就会被鬼抓？这个模式为什么有点熟悉的感觉？我知道要连按哦。好，我放弃，快住手！可以跟鬼讲话，欸，拜托，对我温柔一点，不是啦，给我一点仁慈。我不是故意要追那个孩子的，或者是要造成任何的麻烦，只不过有一些黑暗的什么东西困扰着我。I'm sorry, human。我现在会离开了。哎，陈东来，这些鬼怎么都可以沟通啊？嗯，这个是类似诅咒娃娃，对不对？他是怎么拿到我的照片？好，哪小？哎，等等，哦，哦 ，What？ 我的坟墓，哎，这是怎么开玩笑吗？我希望这个坟墓是空的，不知道能不能挖，欸。我现在走路都这样走了，让我的心情平静了一下。然后现在回去找安德鲁嘛，道理来说。好，Linda，那个东西不见了吗？
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好，钥匙给我。好，小心点，琳达，记得要逃命。好。Henry， 已经好几千人观看了。这是谁啊？你们有听说过这个邪恶琳达对吧？她就是造成这一大堆意外的主因，她就是最糟糕的那个人。这是印尼太妹。他说他那一整组加上老师全部都死光了，都是琳达害的。而且他为什么要直播播出？我要让琳达痛苦，然后让他自白，说他杀了全部的人。房间里面就是关他吗？我可以直接拿这根桶进去吗？像拿长枪一样，这样敲，然后一路撞进去，把它戳成肉串。我打开了门。哎，记录了！哇靠，这里面超大、啊。伟明七枪。有需要？我刚刚的那个橘色头发的应该是人类没错吧？我对他拍照应该是没什么效用吧？She finally decided to show up. Let's get this vengeance party started. 他是被附身的，所以可以拍照啦。哎，怎么那么弱啊？哎呦！照到之后，它会再恢复。太远了吧！我能够挨几刀啊？完蛋，我是不是只能再死一次？好。会不会太大声了、啊？好，有点吵哎、欸。拜拜！喂喂！不行啊，这个游戏的力回也太简单了吧！哎！哎哎！哦！不行啊，怎么变那么难啊？那这样冲，这是冲车大将军还是什么东西？他这样冲来冲去，我怎么打、啊？可是我被他冲，是不是好像不会死啊？这到底是？哦哟！这怎么应对啊？他是来来去去，来来去去的。我没有那么多道具啊，比如说机关枪之类的，我没有啊。我没有桃木剑、黑狗血之类的，全部撒出去了。打几百次啊？还是说引他往前冲啊？会追踪啊！哦，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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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什么东西啊？反正我都躲不过，直接站原地。哎，有道理。哇，他们每个人怎么都穿黑色的？拍一下他的尸体，这就是我的第一个战利品。
橘色头发的太妹，我头不能剪吗？紫蒙阿瓦纳，吉森拉嘎，哎，出来了！啊？里面发生这么恐怖的事情，外面怎么这么平静啊？我还听到有车子来来去去、欸。是谁？每个都拍照留念一下。我都不穿鞋子。欸、你在这边干什么？这种时间应该没有学生在这里面才对啊！赶快滚回家！布莱，布莱是个驼背仔、欸。他们之前也把小屋给弄坏了。太多糟糕的事情了，这边发生了。你现在应该马上回家，我会把这些东西处理好、整理好。现在让我帮你开门。嗯，谢谢咕噜。这是序章吧？成就叫做一阵冷风。我刚刚确实一直被吹耶，那个怪物就真的像冷风一样，这样子来来去去，这样冲来冲去，我根本连躲都不用躲吧。琳达好帅哦！他刚刚这样出门，鞋子都没有穿，就这样在街上走，你们有没有印象？然后就衣衫不整，走在路上，完全没人要理他。到底在干嘛？我真的回家了。那是不是接续所有我们之前玩过《小镇惊魂》全部系列？的后面的琳达，就是所有事情都结束了的琳达，然后现在是二代开始这样。我也打过八王关卡了，我也屠过老师了，这样。DLC 结束，他就变短发，所以这是接在 DLC 后面。进站是不是？怎么每个人车都一样啊？这是不是全部摩托车怎么飙过来都长得一模一样啊？你不要听这个吗？哎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你们记得一代他们开车到废墟的时候，学校的时候，也是很欢乐，记不记得？记不记得？结果后面大家都死的要死的，不知道在死的死的要，等下被鬼附身哦！你是被鬼附身还是起床啊？你是这么想？这琳达怎么像鬼一样？然后衣服也不用换了。早上起床先看看奶子，压压惊。这张照片怎么显示不出来？啊？这张可以，为什么下一张不行？这好不容易有一些精彩镜头，他妈的，我完全看不到他的放大图。哦，这是鬼的资料啊！那个鬼你们还记得吧？那个什么丝带。丝带什么鬼啊 ？Pokon 名字。然后这个是，哎、欸，等等，那这一页就是说我会遇到所有的 BOSS 啊，16只哦。这个是被附身的受害者，卡拉苏坎受害者是被黑暗灵魂给附身。他这个怪物是以负面能量作为粮食。人类的负能量、负面情绪，到时候就被鬼附身，你都不知道。我很高兴这些事情结束了，真是一场什么什么的经历，刺激又有趣。我家外面怎么有羊啊？什么地方啊？我家？干嘛？哎，整理好了、欸。衣服也好了，变干净了，变干净了，衣服都扣好了。
这是我的宿舍啊，这是包租婆、哦。他们这个宿舍怎么没什么隐私啊？嗯，自由，嗯，放学了吗？嗯、啊，不要忘记付你的房租，这个月快要到期喽。太呛了吧，这家伙！帮他拍一张。哦，不能的、欸，那这样可不可以？你这个小混蛋！怎么又是这个烂音乐啦？他的鞋呢？Ken， 那个混账猫，他偷了我的鞋子。哎、欸，这混账猫去哪里了？我发誓我会弄死他。早安，你好，琳达。有看见我的背包吗？你想要借我的背包吗？可以，但是要先帮他找鞋。啊！我傻笑。为什么一开始是这种任务啊？我想要一开始就是黑暗恶心的。现在这个东西是要玩开放世界吗？没血，我怎么凹了、啊？他那个血会回吗？是他吗？他抢了别人的鞋子还抱着，啊，这又是谁啊？No， 我才不要碰那只猫。好，碰这个女的。找地皆有。你这个制造麻烦的小东西，到处制造麻烦，让我的工作更难做了。你今天又抓了什么东西在玩？鞋子？是你的鞋子吗？什么时候才可以开始恐怖游戏啊？你可以用什么东西把它引走，它就不会一直抓着鞋子。这是警察吗？你是在那所学校的学生对吧？长老说那个学校是建立在古代的乱葬岗上面，直到现在长老还是会拿一些贡品去祭拜。之前我是在上夜班的，我没有上很久，我才过了三个晚上我就辞职了，可能是太恐怖了吧。有没有人去印尼玩过啊？这什么东西？kita belum， 嗯，哦 ，buat dia， 哦，这个是要给街女东西吃的啦，还要两份。好，什么东西？我完全不懂啊，这是什么？粽子，来，去吃你的粽子，臭猫。有嘞，哦，啊，我可以回去了吧？我可以进行事件了吗？我鞋子拿回去，跟他借到背包，借到背包，啊、然后呢，再赶去学校上学，这样，在上学之前我要做这么多事情哦，老师迟到了吧？还是说印尼的学校是你讲几点去就几点去了？你好，他会给我背包，现在是时候去上学喽，我们已经迟到喽。闻闻闻闻，怎么有一点奇怪的味道在上面？他是不是在你的鞋子里面尿尿？管他的，随便。哎、欸，背包，哇，这个背包好可爱、啊。准备去上学，嗯，应该是吧。看一下，我拿到了新的背包，是时候去学校了。我希望我能够在迟到前到达。要去这个地点吗？Google 地图吧，他们竟然还有照片，去，够了吧？这个钱不用我们去赚吧？是想说，嗯，琳达没有钱，我们要先去打工赚钱呢，去学校这样子？不要吧？啊，这边昨天晚上发生死人事件了，怎么好像都没事一样啊？
那個、笨蛋、啊、那路人的模组是不是都随便乱做啊？孤鲁长者，你去哪里了？就在这边，都在做同样的事情。关于昨天的意外，不要担心，我的嘴巴已经封闭起来了，我的嘴巴很紧，他不会告诉任何人。那、啊、昨天这边闹鬼耶、欸、啊！橘色头发那个家伙呢？太怪小了，这游戏。哎，干嘛的，琳达？我正在找你。我有些问题要问你。三个你的同学在不知名的意外中受伤，你知道关于他们这些事情吗？有些学生说看到你回家的时候很晚。什么？你不知道？真奇怪。好吧，听着，从今天开始，当你的同学们都放学回家了，不要再待在这边太晚，马上就给我滚回家。我收到一些回报说有一些奇怪的现象在这个学校发生，现在去上学吧，不，去上课吧，你迟到了。他说三个学生受伤是说昨天晚上吧，一个是橘色头发嘛，一个是倒在外面，一个是锁在柜子给我钥匙那个，刚好就那三个。那男的女的啊？那女的、啊？在印尼是不是没办法分辨性别啊？你只能从这个人穿的是裤子还是裙子来分辨他是谁、啊？哦，这个都是男的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好多人哦，哇！有没有长裙啊？这每个人胸部真的都一样大、欸，好多模组哦，这边好有趣哦。阿爸，你知道琳达打断了 Vadi 的肋骨吗？你说那个女孩，你确定吗？没错，我确定。我们必须在我们在琳达旁边的时候必须小心一点。你小心琳达，有一天他会要你付出代价。讲什么、啊？我的门到底在哪里啊？我等一下会不会哦？这是我的座位，我等一下会不会被关进橱柜里面欺负啊？我的座位，我要坐下，然后开始上课吗？坐下。会啊、哦。这个游戏其实某些角度，这琳达看起来真的很肉哎、欸，而且琳达的长相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，你们有发觉吗？人家就是印尼人嘛，可是琳达就特别不一样。我等一下把全班的肋骨都打断。哇，琳达好大尾哦！这上课的时候手机这样响都没人理他哦。我们画面被黑白了，时间停止了，是不是？有鬼？嗯？我还在现实世界吗？谁理他肋骨就会被打断。我现在到底是在第几章啊？现在是第一章对不对？我如果玩完这一段之后就段落一下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大家都停止运作了，没事啊，手机也坏了。老师，太黑了吧？老师，哦，我是忘记这些同学是怎么死的。每个就像发疯了一样。Good morning, class. I'm so pleased to meet you all. 早安，同学们，我很高兴见到你们。You can call me Miss Siska. 你们可以叫我。吉斯卡小姐，今天我会是你们的老师。吉斯卡，希望我们能够处得来。第一关，第一章，哇，哇，照相机没有用，然后闪光灯坏了。
谢谢哦。不能拍照了，也不能驱鬼了，开始下猛药了哦。我手上的手环变成红色，代表这附近是危险区域。一下都是死人哎、欸！天哪！这边好像瘴气之地了，空的。一定，作者没有想到说会有人进来这边。沉默之丘，我现在的状态是没办法驱鬼的，因为闪光灯没有的话是打不退的。这样，哎呦，我连近距离拍摄都不行。什么东西啊？怎么突然变这么恶心啊？刚刚那个。琳达家附近算是一个什么补血区？这面墙感觉怪怪的，但是我不能用任何东西去弄吗？拷把之类的。然后我发觉哦，进到第一关之后，琳达，我滑鼠弯到哪里，对不对？琳达的灯就是照到哪里。他序章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，他是看琳达的转向在照。这样子，这个模式变得很方便，很好走。有个高帽仔在里面，哎，他在跟谁讲话？哎呦，看到妈是jalan-jalan。你现在在这边晃来晃去干什么啊？课堂已经开始喽，坐下，开始上课。这里。他教我什么？现在从我们刚刚讲到的开始，1982年，黑暗的旋风啊！讲什么？太快了、啊！讲慢一点啦、啊！这什么都没讲，我也没有按，那字都全部都不见了，还是说这段是没有意义啊？干嘛？哦，他不知道我玩手机。这是我的驱鬼照相机。他刚讲那些东西应该是完全不用去理会，这怎么办？你是他们其中一人，离开我！不要太专注在你的相机上，那个光会燃烧。按住 F 可以聚光，啊，也只能这样哦，扎不死吗？我现在唯一的打怪的方法就是这样子，去刚刚那面墙看看啊。有事没事就集中一下，像那个玩洛克人的时候，有事没事就集气，可以吧？耶、yeah。给我哟！啊！什么东西啊？琳达的液体被吸走了一部分。住手！照一下，照一下。我就知道，赶快聚光啊！聚起光啊！哎，猫咪、欸，猫咪怎么有菜刀？又是你，为什么你要帮助我？你是谁？我是猫咪。好，开始变成动作游戏。我必须用这个搭配的方式来打 BOSS。我觉得场景做的不错，哎，好诡异哦！大便喷在身上。怎么从背后突袭啊？而琳达中了那么多刀，怎么好像没事啊？靠腰要死了！快呀，琳达！
哎呦，有主角画面，有主角画面，吸引他攻击。这游戏好恶。神光在手，琳达我有。刚二阶段哦，二阶段是不是？妈的，二阶段啊！这些小怪不能处决啊，麻烦。我觉得琳达的菜刀攻击好像是四段还是三段一指，三、四、四段你就要退了。这样，有主角画面吧？不知道快死了，还是说接近的时候可以狂捅啊？还没出来我就开始撩他的血。出来啊！我知道你在这边。坏人，该不会 bug 了吧？我可以走了。耶！琳达这个月的量有点多了，大家不要惊讶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我现在就去保健室好不好？吓死了，超尴尬的。把大家的肋骨都打断。哎，第一关过来。高中生活永远不会结束。回来了。我都不洗啊。感谢你先生，我很抱歉造成了这些麻烦。先洗一洗，我记录了吗？不能洗，要先被骂是不是？不嘞。苏卡布莱，布莱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我知道这不是你的血，你很幸运，穿件夹克还是什么的，看起来就好，全部身材露光了还是怎么样的，脏的要命的。耶、yeah, ！我不洗澡哦，这样直接套上去不太对吧？行不行啊？这个？欸、不对啊啊！什么事情都没跟我讲，我现在再去学校吗？阿叔阿叔什么啊？我家杨妹妹怎么见了？打车去医院，可以，好。任务都不讲啊，叫我去医院啊，这标个几个字会死哦。学校看我全身是血，他就叫我去医院检查看看呢、啊。这里吗？你需要什么帮助吗？请排队。号码牌205号。我什么时候才能到？现在才106号。哦，我要抢孩子的。你怎么了 ，Honey？ 我不想要，什么意思啊？不想要打针，妈咪。你马上会好起来，会痛，就好像那个扎一下而已，不会的，忍耐一下，不要担心。但是，听着，你如果，哦，如果你勇敢打针，我就给你买一个新娃娃。真的吗？妈咪，这个，我怎么刚好坐在那个椅子的梗上啊？时间完全不会动啊！107
我206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过关了是不是？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林大已经睡死了。那你多久啦、啊、？Number 205。那什么智障东西啊？我是几啊？我206吧。205，哎，到我嘞。那我现在这边分段好不好？这一段就完了序章，然后还有第一章的打鬼，这样子对不对？在这边分段，进入点应该是 OK 的啦，就知道怎么进行这样。然后我想讲一下二代，它是有点做成半开放式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不太喜欢半开放式，尤其是它有一些任务的项目没有说做得很完整，你就不知道说现在到底是要干嘛。那任务没有写得很清楚的情况下，那你是不是就是要花很多时间？就比如说在一开始的小镇嘛，家里的周围这样走来走去，跟笨蛋一样。然后再来第二章开始这边了、啊，这边应该就是医院，等一下应该也是会有事件，也是在那边晃来晃去，就变得有点无头苍蝇啊！我看一下，看到什么鬼啊？活死人啊！这是印尼的活死人啊！赞哦！就是遇到敌人，全部都会有一个资料哎、欸，还有他们的来历这样。那下次对不对？我就从医院开始，然后慢慢的把这个二代给破完，这样好不好？看看哪只压压惊。